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Corner of Spirits，我是你们的业余调酒师 Thomas。这个星期我给大家带来的又是一杯非常好喝的 Whisky Sour 的变体，名字叫做波本石酸 （Bourbon Stone Sour）。这杯酒的来源不明，我第一次见到它的配方是在鸡尾酒之王 Del Degraff 的著作《The Craft of the Cocktail》里面，然后自己跟着试做一下，发现这是一杯非常好喝的调酒。那做这一杯调酒需要四种材料：Bourbon、橙子、单糖浆，然后还有黄柠檬。这杯酒由于加入了比较多的橙汁，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使用酒体比较强劲、度数比较高的 Bourbon。如果你是使用例如菌病的基本款去调的话，出来的味道会不大好。我们先下22.5毫升的黄柠檬汁。30毫升的橙汁，30毫升的单糖浆，最后45毫升的 bourbon，加冰摇10秒左右。过滤到一个装满冰的古典杯里面。最后用一扇橙子作为装饰，这杯酒的味道跟普通的 Whisky Sour 比起来，果味更加丰富，而且更容易入口。里面的橙汁非常好的平衡了黄柠檬的那一种尖锐的酸度，同时又让里面的波本变得更为柔顺。如果你觉得传统的 Whisky Sour 比较酸的话，那我强烈建议你试一下这一杯。好啦，我的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，麻烦点赞、投币跟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